那么就让我来展示一下骑士团的战法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庙宇的尽头就在那里。那理由呢？经验，常年做善后工作积累下来的经验。真是急性子。这个如何？旅行者，你好像没有神之眼，对吧？那你究竟是怎么运用元素力量的？是很神秘的现象。